舒安老师，特别欢迎您啊，接受我们的邀请做客联谊栏目。每次听您分享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听到一个特别熟悉高频的词，叫做幸福。所以我们想今天的这个聊天就从幸福这个话题切入，好吗？好的。首先想问问您说，在您的眼里幸福是什么样的呢？幸福我觉得其实见仁见智吧。就是如果说拥有幸福的能力的人呢，就是他能看到生活中那些美好，不能只是看到生活中的不足或者是挫折，都是更懂得别人，更懂得感恩，没有那么多要求，没有那么多控制，那我觉得它是一个感知的能力。有的人他就是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能够感知到生活的幸福，也都能够让这个家庭无论是经济好无论经济坏都是一个美好的感觉。如果说感知的能力不是天生的话，可能很多人是需要后天去学习和刻意练习的，让自己拥有这种感知幸福的能力。其实我就不是一个能够感知到幸福的人。我是摩羯座的嘛。摩羯座是那种就是工作狂的女性，可能会沉浸在工作里有点拔不出来那种。那但是我又很爱我的家人，爱孩子。摩羯座这样的女性她可能会把它放在心里，就是不是很会表达的那种。像我这样一类的事业女性，其实我们是非常缺乏幸福的能力的。在2016年的时候，当我的第四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了一个很大的教子的这个压力，就是亲子教育这方面就不得不面对了。可能只有老大的时候还能混嘛，孩子越来越多，我肯定是在这个方面我自己认为我是应该学习的。那另外一个呢，经营家庭的孩子多了以后，爷爷奶奶都住了过来，那经营家庭呢都是需要学习和成长的。其实我是心智还是算是女生里面算是蛮强的了，就是不容易受打击，也比较容易就是说宽慰自己。像我这样的女性我都觉得有点焦虑了，那我想我身边那些比我心智差的那些女性肯定都焦虑的不行。那我很希望把我自己变成一个能够拥有幸福的能力的人，所以我就去学关于亲子教育啊，关于心理学啊，关于 NLP 啊，就是很多的课程。其实尤其是在那之前，我在就是当时叫安利大学嘛，也有很多领导人都参加的选修课，然后比如说情商呀、关系管理呀、性格分析呀、领导力呀，我基本上每一个科目应该都参加过2到3次。其实是开启了我后来去举办幸福力学堂的这个就是这个想法的门，就是其实那个学习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醍醐灌顶的。在那之前我其实对自己很自信的，但是那些学习令到我自己觉得发现我和情商高的人，我和能够令别人幸福的人是有差距的。幸福的能力也是需要你不断的学习，这个幸福的能力跟学历真的没有关系。我的学历不低了，可是呢我在后来学到幸福的能力之后去对比去思考，我发觉我以前就是一个单向能力的人。所以人最可怕的是你的认知根本都不知道你的生活中的不开心不幸是因为你没有拥有幸福的能力。人最可怕的不是我学了不会，最可怕的一类人是根本都没有认知到他今天生活中碰到的问题是因为他还没有体验到明白是自己有问题。他总是在说老公有问题，为什么对我不好，孩子有问题，为什么不好好学习，总是在从外界找问题。但实际上解决所有的问题真的只能从自身改变，简单就是看书，然后去实践，然后可能更有效果的就是参与各种学习，就是这种让你成长的学习。有时候掌握一种能力，就像我们工作上要掌握一种能力，它都需要千锤百炼。它可能一下子看不到结果，你今天看到别人非常的悠闲非常的轻松地做成一件事情，背后付出的努力肯定不是一点点。那我在学习之后呢，我自己感觉我是有进步的。就是比如说我以前有就是我的情绪，尤其是在家庭，尤其是我老公会质疑我的时候，我就会炸了。那我可能我进步之后呢，我就发现我任何时候矛盾起来的时候，我就可以就是迅速就冷静下来，然后调整自己的情绪了。我们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沟通的能力。那比如说像我先生就是为我做了一些事情，以前像我以前的话我都是觉得你是应该的，你是我老公你不应该爱我吗，正常的
然后呢，现在比如说他如果做了一些事情，我觉得会感动到我，就会告知他，我就会反馈给他，我说你昨天做了那个什么事情让我感到很感动，你的这份用心让我觉得就是很感动，然后很谢谢你这样做等等，就是会讲出一些细节，那他也会觉得他的付出他的努力我都能看得到。这个能力其实不是虚假啊，就是你要很真诚的，就是说感受到别人为你做的，同时呢就是每一次生气的时候你要找到他的用心，就人有时候生气是因为某句话，但是某句说难听的话背后有可能有一份好的用心，就比如说老公回来晚了，老婆有时候都说你怎么回来这么晚，你怎么喝成这样，就各种数落他，其实这个数落背后是关心，但是你为什么不能正面说你这么晚回来我很关心你，我会很担心，这其实是家庭经营中的一个特别大的关键点，就是很多人认为自己是对的，就用不合适的方法去伤害那个为家庭付出的人，但我们很多时候就纠于那个对与错，就是当下的对与错，其实我认为就是说道歉是勇者的行为，就是两个人之间首先愿意说和的人，首先愿意低下态度的人，其实应该是两个人中间的一个能量更高的人，我们没有察觉到你是更高能量的人，就说明你需要锻炼你幸福的能力。其实和伙伴们的相处也是一个安利，是人的生意嘛，那我们上面有领导人，下面有伙伴，我们希望每伙伴们都就是伙伴们都喜欢我们，我们也希望领导人都认可我们欣赏我们，那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很多事情走到今天的，就是不会一件事情别人就决定你很欣赏你啊或很喜欢你，肯定是很多事情组成的。带伙伴其实在某种程度有点像带小孩，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脱离我们有一天比我们还优秀，对吧，我们也希望伙伴这样，还是希望伙伴们真的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他在他的基础上青出于蓝做得更好。有时我们想要探讨一个内容的时候，他就会有他自己的想法，我能看到对方对安利事业的这份执着，其实也说明了他想要把这个事情做好。那我觉得如果是我错了，或者说是我武断了，有时候也有可能是我武断了，因为我们都做事情很多年以后，你会有自己的一些认知，会形成自己判断的一些逻辑，你很容易就是会有一些武断的想法，也有可能是我错了，既然是我错了就要勇于道歉。学习这种事呢，就是你听一堂课你觉得很感动，但是呢你回家你很快就回到你原有模式，就是学习绝不是说学一节课就能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的一个简单的模式，学习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输出，就是如果你学了以后实践或者是输出或者是讲给别人，可能会更快的能够掌握或者是变成你的。我们老家每年冬天呢会腌咸菜，就是每年冬天会弄一个大的那个陶瓷的缸，就是专门腌咸菜，什么萝卜呀什么辣椒呀芹菜甚至白菜全部都会放进去，然后不管你这个蔬菜是什么味，但是泡久了以后呢它就全是酸辣味，那肯定是腌一腌就是酸的，再加上辣椒不就酸辣吗，就所有的菜都是酸辣味，到了冬天就很下饭的。我经常跟我的幸福力学堂的粉丝讲，我说其实人的成长是需要这么一个泡的过程的，那你真不可能说上一节课就把你变成一个拥有幸福的能力。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学习型组织的时候，大家愿意学习的人一起抱团，大家互相鼓励，就是说如果你能够进入学习的环境不断的学，把自己泡在里面学，不要指望一节课就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沉浸在里面，就是沉浸式学习，长期学习，泡在里面学习，所以要举办一个学堂长期存在，这是举办一个幸福力学堂长期存在的原因。我的课程其实不紧密，其实并不是很密集而甚至一个月可能就只有一节课，但是它长期存在，它就像一个泡菜缸摆在那里，愿意在里面的人持续长久的跟随泡，然后反思，听其他妈妈的分享，有这么样一个学习组织，如果你可以把你放在里面，你会发现你与日俱增的不一样，平时不觉得，但是碰到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更加的情绪稳定，你更加的上升了一个智慧。
幸福力对我后来的安利事业的不断的成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像今天我的核心骨干里60%到80%都是从幸福力学堂转身的。那并不是说我们要就说很功利的要让他来，都是他们非常自然的转过来的。我的安利事业碰到挫折的时候，就是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各种抱怨，我们会想解决办法。过去我的1.0的安利，我是以推荐为主的，就是推荐别人跟我们来做这个事业为主。那么这个时期呢，我就觉得让他们先成为顾客，如果他们喜欢跟我们一样分享，就让他们一起分享。当时的这个想法，我所聚焦的就是希望找到一些年轻的女性，然后呢他们在生活中碰到困难，正好可以，就是比如说他的婚姻有困难，他的教育亲子教育碰到了困难，他自己的成长碰到了困难，那等等了，就是说他可能因为我的幸福力学堂的某一课程就会被我吸粉，吸过来以后呢，我想这个过程中他能够跟我们经常在一起。人和人之间是这样的，他会喜欢你，他喜欢就不会是一个点。我是幸福力学堂的创办人，但其实我同时也是安利的领导人。他喜欢你做幸福力的内容，那我分享安利的课程的时候，这个喜欢我的人也会跟过来听的。那我想其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转身。我是一个非常希望自己能够不断成长的人，因为我觉得成长没有边界，就是还是可以不断的向上成长的。那首先我自己有不断成长的需求，那我也希望我跟着我的一些朋友伙伴，还有一些信任我们的顾客，他们只要他们喜欢，就是有人一直跟随嘛，那我就希望能够组织不同的内容，让大家在不同维度的学习啊成长啊，这个方面的内容真的是很多的。那像去年一年我们就有4到5对夫妻吧，就因为原本是他要离婚了，然后女生的意思就说我反正要离婚了，我到你们幸福力学堂学一学，然后呢以对我以后单身啊或者是进入下一段婚姻去帮助。结果学了以后呢竟然不离了，然后还过现在又过得很幸福和甜蜜。那当他们反馈的时候，其实我也自己也充满了这种成就感和幸福感。而我在每一次看到这样生活的瞬间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我的成长。这份成长是让我会觉得有点惊喜的。那这份惊喜我也希望我身边的那些幸福力学堂的持续跟着我学习的粉丝们，他们都能够体会到和感受到生命是如此美好。像我这个年纪已经40几岁47、8的年龄，我还能感受到我的成长，那其实是一个很美妙的感觉。然后你会感受到人生是真的是可以变得更好的。像我伙伴说，幸福力学堂就是我们顾客伙伴和我们之间的502胶水，他们觉得这个粘合度是很高的，就是因为幸福力学堂呢就是为别人提供价值嘛。那么你怎么样保持这个幸福力学堂的一个长期的持续的吸引力呢？我们有社群啊，社群里线上也会输出一些东西，但是更多的是我们有案例啊，就是有一些因为跟着幸福力学堂，他们就是说逐渐变得更幸福，拥有幸福能力的人，有一个女性变好了，她一个人就可以分享很多人我们真的是能够令到每一个来的人是有收获的，每一个节课他们都有那么一个启发，那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口碑。那我觉得这个内容啊，包括互动啊，包括我们的幸福力学堂的妈妈们，她们确实不同了，她就是会形成一种口碑，逐渐就会就是慢慢的传播出去了，所以就持续的吸引力就出来了。那您这个幸福力学堂里边这些内容是从哪来的呢？就是学习啊，我有一些内容也是来自于当时的原来的安利大学学的时候的一些课程啊，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第三方学习的一些心理咨询机构啊，然后一些亲子教育机构他们所产出的内容，我付费去学习嘛，那去学习，然后甚至我还会请一些嘉宾过来，就是偶尔也会请一些就是在这方面比较专行的一些嘉宾来给我们分享。还有就是说我们伙伴里面，就是伙伴里面也有在这个方面愿意深耕的，他们在这个方面也提升自我，伙伴们中也会慢慢的有一些这样的老师出现，我就逐渐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我就不用从外面请，就说某一个内容交给他，某一个内容交给他，大家都会嘛，那就很好了。我们就是所有的社群都是
就是放在那里的嘛。然后如果我们幸福力学堂里的妈妈她生过二胎以后比较胖，她想要减脂，她就会被邀请到减脂群，经过她的同意的前提下，她就会进我们的减脂群。如果她的小孩有长高的要求啊，有健康的要求，就会进入我们的儿童健康群嘛。那我不同的社群都是针对不同的需求的。那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只要大家有需求，而我们又能提供，我都很愿意付出一些时间，付出一些努力，为大家提供一些平台。那我想多维度的开口，对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想要让他们走进我们，可能更方便，可能对他们帮助更大嘛。可能就是说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吧，有人会觉得他跟安利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一点，因为在那个时刻我特别渴望学习，所以我想退一万步讲，至少我自己成长了。那作为一个安利的领导人来说，我们持续的成长对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帮助的。我想这个事业是一个做人的生意，我不断的在这个方面去学习和修行和提升自我，那一定对我的事业是有帮助的。但我想，那健康是我们的需求，更幸福也是我们的需求。就是如果我的开口的方式很多，那我有健康的方式，不代表说我做了幸福力以后我的健康方面的推动就没有了，我仍然是有健康社群的，那我也有业务的社群，也有幸福的社群，那我开口多了以后，无论他从哪一个点走进我，我们都可以接着嘛。是不是？你觉得比如说我要去北京，我可以坐高铁，我可以坐飞机，我可以开车去，那我喜欢就是坐高铁，不代表说我就不能去坐飞机。我也记得杨老师说过，这个现在做安利搞定自己是王道。对，他其实就是相对 1.0 讲的这个话，因为 1.0 的时候我们是搞别人嘛，我都有习惯是当时是每个月初列几个想要跟他讲奖金制度的人，列几个我想要跟他讲营养的人，列几个我想要跟他讲水的人，讲水机的人嘛，就是列名单，然后去针对一些人去跟他讲你要买什么，可能还需要好多次啊才能跟进一个人。这就是 1.0 我们的做法，我们是有目标对象的，所以叫搞别人嘛。那但是 2.0 这个时期呢，我们其实我们没有目标对象，我每一个顾客的产生都不是我提前设计的，我每天就是很认真的给我的小孩吃营养素让他变得更健康，给我自己吃营养素让我自己变得更年轻，给我老公吃营养素让我老公保持健康，让给我公公婆婆好好的吃幸福餐，让公公婆婆都拥有健康。我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让所有信任我们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好朋友，让他们好好吃。我没有想过我要去弄谁来吃，但是当我们自己吃，不断的好好吃，我们的好的状态呈现在朋友圈，呈现在社群，我们不断的往出分享的时候，每一次分享都是让更多人变得更健康，每一次付出都是让更多人改变观念。那我们在社群中付出，那我想当我们吸引了别人想要跟我们想要和我们一样每天都吃营养早餐的时候，当然我们吸引了别人也想像我们一样把孩子的头发吃的用营养素吃的乌黑发亮的时候，那这个过程就是你吸引他的时候，他来找你的时候，我们可能改变他的认知比你找他容易很多。在我的团队里， KOC 的打造是一个关键点，一开始 KOC 的呈现的时候就是那么几个人，然后可能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包括我自己，我们很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找到一个点然后把自己变得美美的，或者说我的体检数据很漂亮一点啊，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更健康更年轻。当我们这个几个开始有一些成效的时候，因为当 KOC 真的出现的时候，他那种眼前一亮的 KOC 出现一个，这个整个跟他相关的人都会感受到这种魅力，这种改变的魅力，然后呢就会有更多的人想要变成更好的自己。那一开始我们仅仅是在减脂的方面，就是一开始有一些姑娘们开始减脂，然后让自己变得更苗条更好看更加的阳光。那后来呢就开始有伙伴想要把自己的斑点去掉一点，想痘痘去掉一点，再后来就有伙伴开始想要让自己的孩子变得更高，让自己的小孩更健康。头发黄黄的小孩呢，就是他希望他的孩子养一养头发乌黑一点，就开始这样子辐射出去了。那我们开始就是慢慢的就是一个伙伴，可能一开始是一个点，几个伙伴，后来就是一群伙伴，当他形成一种就像涟漪一样的，就是形成一个趋势。我觉得就是有点像这个
就是冬天的，就是东北啊，就是很就是那个滚雪球的那种感觉，就是冬天下很大雪的时候，我们捏一个雪球的芯子，然后你扔到一个又松又软的雪坡上，你往下滚就可以滚得很大的一个雪球。那古人就说无利不起早嘛，他之所以愿意投入金钱、投入时间、投入耐心，让自己一天天变好，让自己的家人一天天变好，那是因为他看到了成为更好的自己或者更好的家人，所以这是关键，是因为有效果。每一个伙伴在打造 KOC 的时候，其实主要是你要找到一个你身上或者你的家人身上你最想改变的点。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这个伙伴最在意小朋友的身高，小朋友的健康，他就去打造他的小朋友。那比如说我比较在意我的身材，我就去打造我的身材，或者说您比较在意您的皮肤，你就去打造你的皮肤。中国人还是比较讲究孝道的，我们把父母把公公婆婆变得更健康，他睡眠变好了他饮食变好了，他排便变好了，他整个人精神了，不再那么萎靡不振了，他可以吃更多的东西下去，他可以走得更远，他会很开心。父母更好其实会给我们带来福报的。所以找到一个我们最想改变的点，然后呢设置一个方案，然后非常幸福愉悦的去打造它。一个 KOC 的呈现其实它是真的是一个过程，就是绝不可能你今天减明天就成了标准体重，它就是有个过程的，要有耐心嘛。你不是一天吃成胖子，也不会一天变成瘦子，所以它有个过程，所以过程当中还要不折不扣的去坚持完成，然后把你打造的这个过程点点滴滴的呈现在你的朋友圈和公益群，让所有人都看到，让很多人都可以分享你们我们共同在打造这个 KOC 的这种喜悦和这种坎坷，这一路发生的事情，你的心理的变化，甚至于说你面对美食的这种你是如何控制住自己的，或者说你是如何有时候有聚餐你又能够参与了活动然后又没有增加体重，其实有时候如果你做到了你是会有窃喜的。有非常多的伙伴常常问我说你是如何把 KOC 转化成伙伴的，我觉得首先你要有一个大量的 KOC， 可不能就说只有一个两个你就在天天研究这一两个怎么把它转化过去。那么一两个人你如果这个人观念特别不好，你浪费了很多时间，那个人也没有转。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大的量，我很多伙伴就是 KOC 顾客的量都达到上百位，然后才研究说跟哪个聊天的时候是不是把它转一下。 KOC 顾客一般都是观念挺好，也跟着学习了，他自己吃了很好他就想让孩子吃，孩子吃了很好他就想让老公吃，老公吃了很好就想让爸爸妈妈吃，那全家人都一吃可不少钱他就有可能会抱怨说吃你们纽崔莱什么都挺好的，就是有点费钱。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一对一让跟他说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可以免费吃，你自己吃一吃再分享分享，有可能你就可以让你自己吃的就是免费吃，那不是很好吗？我们生活中还有一类人，就是他真的是有钱的不缺钱，他吃很多他也不觉得对他有压力，他不提这个事儿。那我们怎么转他呢？那可以讲爱心啊，你可以把你吃的感受分享给别人，如果别人因为你变健康，你不觉得是一个传播爱心的过程吗？这个传播爱心的过程他把它串起来积累起来，那我觉得这就是对社会在做贡献。今天和平的年代，你为国家你能做什么？你自己健康就是为国家在做贡献。同时呢，健康中国在推动的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影响更多的人愿意变得更健康，其实就是在为国家在付出。那我们是健康中国的一部分嘛？那这份意义其实就是很多 KOC 愿意转化成我们的伙伴的很重要的理由。那我想给他一个大的意义，给他一个大的价值也很好。因为我们要呈现美好生活之花，可能对领导人的要求比在 1.0 时期要求更多。 1.0 时期可能我们会开会议，组织会议，我们会讲课，我们会帮助伙伴去出人出业绩，就是一个很好的领导人了。
但是这个时期呢，我想作为领导人可能就是要有更开放的想法。任何一个团队都是有80后，有90后，有00后，有70后，有60后。比如说我是70后的领导人，我团队中有90后，他跟我因为有这种代际差异，他们在思想的时候，想问题的时候和我们是有差异的。我觉得更大的包容心和更多的理解在这个时期对领导人非常的重要。要呈现美好，要做社群，不是像以前一样只是做会议，那更需要年轻人的一些点子，年轻人的一些创意，年轻人的一些想法。那我觉得作为领导人，这份包容，这份理解，这份接纳，这份鼓励，让大家把自己的智慧都爆发出来，然后这个团队就会呈现美好生活之花。我觉得内容是非常容易的，就像很多案例的领导人都是很擅长的，就是说去学习的，学一些内容，然后组建一个学堂，或者说做一个其他中心的内容，比如说养花呀，比如说美食啊，比如说旗袍秀啊，都可以，或者是什么像现在很流行的飞盘社群，都是很容易的。但是不容易的是那份，就是当你做了几次以后，没有什么新朋友你能坚守的决心。今天你看到硕果累累的这棵树，当时种下这棵树的时候，剪了多少枝，浇了多少次水，经历多少风霜，是很多人看不到的。那我想你要种下一棵树，那坚守为这棵树提供阳光雨露，然后剪枝去虫，你是你要坚守做的。在看不到成绩的时候能够坚持，能够长期主义，守得住初心，是做中信平台的关键。中信社群最大的坑就是太着急要结果了，太着急转化。比如说我们在草坪搭了个天幕，约了一些新朋友来喝喝茶，但是在喝茶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讲案例了，就是有点急嘛。那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美食沙龙，我们希望教人家过来学怎么做包子或者怎么做蛋挞，但是我们在做完美食之后就已经开始讲我们的奖金制度了，是不是有点急？那所以呢，在新的这个时代，我觉得如果说做中信社群，就是需要用长期主义。健康社群呢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就是除了中信社群以外，还会有健康公益群，还有减脂群，然后很多伙伴还有什么像现在春天有春季养肝群啊，等等等等，就是有非常多的项目群。像我自己团队也有些伙伴会问我说，为什么谁谁谁那个他的社群都能做20000粉，我的社群我也忙了一年多了，怎么一点产出都没有？别说20000粉了，我想做2000粉都很难。我就向前往前看两个星期，我说你别急，我看看。我向前看他的社群看两个星期，看他的朋友圈看两个星期，然后再看看他的 KOC 做得怎么样，就是三个点上一看我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我说你自己看一下你的社群，你的朋友圈，你向前看两个星期能不能看到你的影子，就感觉到是一个复制粘贴的群，就是这个群里看不到群主本人的任何个性化的信息，没有温度，就是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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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发各种各样的小小的微课，然后朋友圈一直在发各种各样的广告健康信息，完全看不到本人的影子。我从一开始讲如何发朋友圈的时候，我讲的都是说要发我的生活，要发我的这个我的成长，我的老师，我的案例，我的改变，我的成长，我的认知，我的家庭。你有吗？我只看到了一个案例的产品的分享员，我没有看到你的个人的东西。他说我没有生活的东西可以发，真的有伙伴是跟我反馈说我没有生活的东西可以发，我觉得我的生活很枯燥，好像就上班然后回家，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让我觉得可以发朋友圈的东西。我说生活从来不缺乏美，只缺乏一个发现美的眼睛。我的领导人经常说这句话，那我常常会用这句话去跟我的伙伴去分享。你像生活中任何一个家庭，只要你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你都会在各种瞬间发现可以呈现在朋友圈的。对于健康社群来说，最大的坑就是说就太急于就说割草。大家都在做健康社群，就是你一定要细节取胜。做社群我们也是需要探讨，反复研究细节，我们在群内的输出，我们在群内案例的呈现，我们在群里的互动，我们在群里输出的频率，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后台是有一些伙伴共同商量共同探讨，然后不断的去反思去呈现。如果这个群里一直有人退群，我们就要反思我们在输出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比如说最初我们在发早餐的时候，
哎，早上我起来，我们伙伴有就是早上打卡嘛，每个人都把自己吃的早餐晒一下晒一下晒一下，在晒早餐的时候最容易退群。那个时候我们就反思是不是我们早餐晒的有问题，然后问了几个退群的人，就还问了几个退群的人，那几个退群的人就说因为觉得你们这一溜 晒早餐的人感觉都是做安利的，他们就是想卖东西给我们，就觉得不舒服就想退。那我们就开始希望伙伴们把早餐的图片拍得更漂亮一点，只留一杯幸福餐或者蛋白粉，甚至于说摇摇杯都换成一个马克杯，更生活化。比如说原来我们在分享这个营养早餐的时候，伙伴们都会写一个健康鸡汤，就是为什么要吃营养早餐啊，就是很安利化的一些语言。后来我就提醒他们，就说比如说今天早餐做了什么，闺女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就是更生活化的语言，更生活化的图片，甚至于小朋友出镜或者是老人出镜，然后让这些早餐晒得更烟火气一点，有温度，更生活化一点，更温度一点。那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中就是需要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用心体会总结反思不断调整的。这个时期呢，我们过去拥有的一些东西就可以先放下了，就是过去你拥有的一些能力先放下，因为有些东西你还可以用，但是很多原有的能力都不需要了，或者说用的不多，那先放下，也许后面还要用，但是今天我们要学一些新的能力。比如说我们以前一些领导人从来没有做过社群活动，那做社群活动的细节能力是需要慢慢去磨合和建立的。这个做会议的能力到今天也不是用不上，只是说我们会议的频率降低了，那我们需要增加一些社群活动，其实我们的能力上要增加一些东西，而不是过去的东西都不用了，也需要用。可能今天我们可能用这个做健康管理的美好，这个事业带给我们的美好成长去吸引一个新朋友，可能奖金放后了，但不代表不讲，我们在哪一个程度讲是不是领导人还是需要把握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数字化的时代来临了，这个触达 2.0 的触达远比 1.0 速度更快，传播更远，我们要做一个勇于去尝试，勇气在这个时代真的是很需要的，要多去尝试多去触达。因为这个时代充满了无限的可能。